名男士上台来好不好？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谁哪位的手举得最高上来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想找一个书生上来好不好？那位好不好？有请，掌声支持一下他好不好？非常踊跃啊，我看到大家这么热情，手高高的都举起来了，好，快速走上台来，好，亮仔来站这边，好，介绍，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？我姓郑，叫郑志坤，勇气可嘉哈，掌声再次鼓励一下他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合作演这个魔术。好，有请我们顶缸的这位小靓仔上台来啊，协助我。好啊，靓仔，首先呢，检查一下绳子有没有问题，拉开扯开来检查一下，好，来扯开来，有没有问题，中间没有间断的对不对？没问题，好，短的绳子也检查一下，没问题，不是塑料的啊，不是塑料的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，来，走到前面来，好，好，靓仔，接下来你跟靓仔啊，小靓仔，你们两个把我从头绑到脚，绑得结结实实的，就用这条绳子。这两条绳子啊，把我从头绑到脚，绑得结结实实的。来来来，靓仔还小，对不对？靓仔还小哈，做姐姐的，等一下把我绑得结结实实的。我想问一下，忍心这样对姐姐吗？不忍心。不忍心是吗？非常非常仁爱哈，非常的仁爱。好，没关系的，绑得结结实实的，好不好？好。Thank you.
係㗎。好，靓仔，打得结实一点，把下面这个结打得结实一点，对，膝盖这里这个结打得结实一点，好，用力，好，好，可以，好，靓仔，跟大家确认一下，刚才你打的这个结结实吗？应该结实吧。啊，应该结实的，我要准确的答案，不要模棱两可的。是结实的。我来挑战他。靓仔已经确定了，是结实的。好，接下来靓仔看我魔术台上有一件西装穿到身上去。等我蒙太久好，走到前面来，走到台前来，摆一个帅一点的有型的 pose， 好不好？帅呆了，对吧？好，这件上衣还算合身哈。好，接下来靓仔进入最重要的一环了。这个环节呢，是我们两个一起度过的，而且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度过的。好，接下来有请两位靓女上台来。好，靓仔，把帐子打开来，展示给大家看一下。把帐子打开来，对，把这个缺口打开，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存在，有没有？没有东西存在，对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好，来。我刚才说的。可等一下，可千万不要说我欺负你啊！因为我做姐姐的，可千万不要说我欺负你哈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我们两个一起走进帐子里面去，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啊，你要把头留在外面，身子在帐子里面，听清楚了吗？谁没？啊！非常害羞哈，他只说了三个字。你啊，没问题，但是是很小声的。留不留？留不留吗？你边买啊？你嗰度买你？冇咩个啊？我都已经上咗胶炉做。睇入边有冇嘢做啊？啊？胶炉呢上边系碌胶做。靓仔啦。你的身度唔好啊。啊，一脸惊讶。啊，你的身度唔好，我听唔到你讲咩。怎么回事？跟大家交代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而家就用呢个电话系嘛？啊，好多谢我打电话俾你咯。我把你西装脱了，你一定要确认好，因为你要对你刚才所说的话负责任。刚才我反复问你，确认吗？这个结打得结实吗？刚才说的是确认，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可能会把你身上的西装脱掉呢？是谁呢？一双无形的手，对吗？啊，他有疑问，他说是刚才拉帐子的那个人，那两个女孩子，那两个靓女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看到了，是那两位女孩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问题你仍然没有解开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所谓的魔术。好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麻烦你帮我解开好吗？
靓仔握个手啊！啊，合作很成功，好，掌声鼓励一下他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大家。